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云童的时间哦。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，今天动放戏，我来绕台架介绍运动。今天绕台架强化做运动，还有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以及我们的运动管理师高景荣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在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下暖身运动哦。好，开始呢，两只手叉腰。好，然后吸气，肚子出力咯。好，来，我们做脚往右边点，左边点。嘿，我们先来做侧点的运动。好，慢慢的，脚，对，脚伸出去，往侧边点出去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暖身运动慢慢的哈，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捏起来，血液循环慢慢的哈，让它循环的更好。等一下他走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柔软度会更好哦。好，再往右边点，整片，整片，对，很好，勾勒走一摆哦。好，来放轻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上我们鼠尾动作哈，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，整个寸出来，嘿，走鼠寸出来，勾变下来，好，勾勒走走脚整鼠。变下来，嘿，那我们连续动作，开始哦，对，走脚，走脚，嘿，整脚，记得哦，哈，你走压软筒的时候呢，都是它那个脚力的，嘿，让我们的身体起蛋蛋，然后两只脚和手做前后的摆动。好，各做一摆哦，整脚，走脚，好，放轻松。那接下来我们拉抬脚臂的肌肉哈，然后整脚扛出去。好，来两双手扛扛面安尼脚臂，然后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然后安尼脚脚盘啊，脚趾哦向正前方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屈下去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停留5秒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往左偏来，好，一样吼，你的膝头莫翘过那脚趾哦，哈，好，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来5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往整脚，我们再来拉一次哦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往左脚，好，再拉一遍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脚收回来。那接下来你要走的是把我们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做伸展，哈，整个扛出去，两只手往上，对，然后左脚的脚掌，哎，踏把体内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过来一遍了哈，好，来整个，好，在这边做伸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再变下来，你要稳左脚哈，左脚扛出去来出力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回来。你压完整脚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出去。好，然后把整个我们前侧的肌肉拉到很狠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肚子出力，在这边停留5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变下来。好，那走轮筒啊，脚盘还有手掌都要轮筒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让手掌，哎，转圈圈，然后脚盘牙也自然的做一个转圈的运动。好，整脚伸开时，对，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做一个转圈。
好，吸口气，往左勾，转圈圈。对，很好，过来慢慢的转。好，放轻松。那以上的暖身运动走后，你所来接着走轮痛咯。动动音啊，在办公室臭条球就会觉得说啊，肩条酸软痛，或者是腰骨酸软痛。莫因支付卡款钱时臭条球也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今天的轮痛呢，我们就是要来介绍，假使你支付卡或在办公室臭条球，要做哪些运动来解除这些酸痛的问题嘞？嘿，大家乡亲朋友，听阿你都要强好来做轮痛咯。好，首先呢。你轻重等呢一样哈，抽一板时候，假使办公室的等呢又轮子的，那就不太适合。你走在弯狗弯摸轮子的等呢，要抽好扎好，我对的。好，首先呢，椅子，我们两只手哈，半等我们的椅背。好，然后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身体往前挺出。好，跳那可以往上稍微看一下。把我们胸前扎扎的肌肉，胸前扎扎的感觉整个都伸展开来了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给我变轻松。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肩胛骨往内收，把身体往前挺出来，在这边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你过来走一遍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对，往前推出来。好，我们整个前胸的肌肉都被拉得冲冲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再回来。我走一摆哦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前推，肚子会用力咯。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个回来。好，那停一道动作嘞，在办公室臭球来讲，鼠鼻我酸软痛哈，那我们可以把梳妆，梳妆哈，把它弯曲九十度，然后用轴梳，拉一捏梳，慢慢的拉呀走偏来，好，身体没有跟着旋转，身体还是有抽涨，面向头前，好，在这边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梳变下来。很好哦，你左偏过来走一遍，来左梳弯起来，整梳，好，轻轻的把你的左梳半啊整偏，好，在梳杖的地方半啊整偏，来，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变下来。你过来走一遍哦，好，来右手弯起来，走熟，对，往我们的左偏半，身体有抽掌哦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变下来，好，也要往左熟，手弯起来，整熟，把它偏偏。往右边来，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表下来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，我们要伸展旋转肌肉的那个调横的问题哈。好，两大数举起来，比个赞，拇指弓。翘起来哈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往外转，两只手偏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
数值更往下，嘿，往内转，哦，你会感觉我们的肌肉有一点点的黑黑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来回来，哦，数够慢慢的变下来，很好哦。哎，大家过来走一遍哈，来手伸出来，比一个赞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数值共往外，嘿，整个飘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嘿，往下，嘿，向下背，向下面，对，往内转。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，哎，数够慢慢变下来，哎，你过来走一遍了哈，好，来数寸出来，比一个赞，好，来往外转，好，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下转，很好，来吸口气。吐气再回来，哎，数够变下来。好，再来呢，等那臭球绕胃酸痛，那要怎么样解决呢？好，首先呢，哎，你的整脚撑出来，然后脚盘也翘起来，两只手我们可以叠在一起，然后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呢，沿着你的脚往下摸，轻柔妙的捏脚趾公。假如你没有抖呢，你到谁脚鼻也没有关系哈。好，来这边停留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，往左脚，好，一样脚撑出来。好，两只手交叠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往下。好，因为感觉你背弄的肌肉呢，哎，被拉到有点的轻轻的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五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回来。哦，那个肩颈酸痛来讲，你也可以准备一张网球。好，这网球要怎么用嘞？它是很好可以做按摩。好，那怎么用嘞？你老整熟那的网球，好，沿着我们的肩头。好，慢慢的转，对，哪边酸痛就往哪边按，好，慢慢的往下转，好，但是你的台，手臂啊，偏会酸痛痛，你就继续的往下转，好，那朵牙，手背前面呢、啊，像有在走谁哈，牙偏会酸痛的话，你也可以用这个网球慢慢的，哎，往下转。哦，达到按摩的效果，所以这个网球啊，哈，你有在网球按摩就不是 Cupid 杀嘞，哈，好，可以再慢慢往上。好，抖你的肩头，好，再放下来，你要玩整片，走熟那 Q 了，好，一样，慢慢的转，嘿，从我们的肩头慢慢的往下转。好，慢慢按摩。假如你的肩头牙有点动酸痛痛的话，你是把网球按在那个地方，没听痛，然后用力的按在那个地方哈。那这时候，当你放松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痛点呢，就可以得那个疼痛的状况就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减轻哈。一样哈，慢慢的往下转。哪边特别痛来讲哈，你就可以在那边。转好豆几白耶哈，好，比如说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手背前面好酸痛，就在这边多转几下，很好，转几下哈。好，那以上的轮筒呢，希望大家仔细看哈，当你走在走轮筒来保护我们的绕额或者是你的肩头，今天轮筒是介绍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长得了。
Thank you.